喂喂喂，stop！
好，谢谢各位委员。那个官员到了没啊？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进行后续的预算协商，请大家就协商位置。在台上好，这样哈，那个我们先补一个仪式，就是今天水利署的预算哈，那个本席财事的时候呢，有提到我们第三幕的部分哈，除了那几案要处理以外，那个第三幕就其他的就照列。那这个部分刚刚宣读的时候没宣读到这部分，所以是不是请把这句话宣读进去，我们再进行后续协商。报告委员会。上午水利署的部分，水利署第三目385案至430案，除处理的案号之外，其余案号预算照列，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那我们就宣读通过以后呢，接下来要从443案中小企业处开始处理。中小企业处税入部分，来，请说明有一个案。好，谢谢招委各位委员哈。那这个案子是提到说106年度的税入哈，是我现在解释，谢谢各位。他提到说106年度的税入，我们编了926000哈，说比105年预算少了125000啦。那他是认为说我们这样应该要增列500万哈。那我想我把这个结构稍微简单报告一下，就是他减收的125000，主要是我们有一个信用保证的专款。那专款因为以前在91震灾的时候，他政府编了以后呢，他就来保证，而且随着每一年呢，他保证的余额就会减少，万得爱缴库啊，所以他的利息大概是损失，不是损失啊，就是利息会减少。好，所以我们减少比这个105少了125000啊，起码要讲给我吧哈，可能有困难了。嘿，啊，我手中是不是可以就维持原编的哈？啊，减少部分就是那个保证的。那个没有办法增加吗？可以说检讨一下啊。没办法。啊，它是保证款，保证款的提供，你有那个预期预放啊，他就收回了，收回来就结缴国库了啊，他就没有在那边本金不在，他就没有办法生利息，是这样的。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呐，有。哎，好，对。委员大概都体谅了哈，你增加他收的保险那个费率就照列好不好？嘿，是，好了，好， OK， 谢谢。那我们就照，那我们税入就照列443案照列哈。现在看税出哈，我看一下，就是税出我们还是从第一幕开始再回头来，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幕，是从447案到456案，来，请说明。好，我稍微说明一下哈。第一幕的444这边要处理吗？还没有吗？我们回过头，因为你那个是总的，我们现在是先看细幕，再回过头来总的。好，447开始这边几个案子都跟科技、价值创新有关系哈。那我们这个几个计划大概做的是包括这个产学育成了哈，管理顾问，四G的应用，还有偏乡地区哈，跟 SBIR。好，大概是包括这几项。那这几项的计划里面呢，我们重点呢是有几个目的啊，一个是小型的企业我们要照顾啊，第二个是新创企业也要照顾，那第三个就是它本身已经到发展期，要让它加值去接到这个中间企业或是高成长企业，我们也要做。所以从企业发展过程里面，中小企业处做的科技的这个应用的计划是比较是长程的看了，就是说从小到中到大，那我们都要包含在里面哈，这是第一点报告。那第二个，这个我们这样的科专的应用计划里面呢，我们比去年呐、已经少编了大概1亿多了哈。那一亿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多的计划里面，我们必须要去做重新的调整哈。那我们也希望说能聚焦在某些产业，尤其是我们在这个科技的应用部分，协助他们做行销哈，这个部分。那第三个我要报告的是说，我们的这个
科技计划的这个运用里面呢、啊，我们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去协助那些啊，譬如说它能够有亮点的啦。所以我们在很多亮点的部分呢，我们会在各个县市里面呢去做生根了哈。那像 SBI， 我们跟地方也有一种配合款，欢迎地方政府出几块，阿万出几块，干两块。好，去配比，大概是类似这样。我们先听看看委员的意见，好不好？好，好，来，请委员表示意见。好，好，谢谢。来，你们那个447，邱志伟委员说要减列20%，那这个部分你们做什么使用？四四七。好，好，我以为我想提示454，447，447了，嘿，11亿多嘛，哈，447，对，11亿多。好，都做哪些计划？以前都编多少？447，创新研发计划哈，这个4亿7300多万，这个是委办费用哈。那447嘛，447。啊，宅业业绩啦。11亿多哎、欸，那个是包括奖补助哈，奖补助费。都补助给谁？那地方政府。它是一个中小企业的这部分 ，SBI 啊。我们是请给厂商，厂商去找他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产学的这个单位。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应该。而且听说我们是不需要给法人。而且我听说你们通常都是固定单位在拿哈，然后呢，你们的这个相关的全国级的也不会去 share 到各个县市。然后各个县市呢，只能在那边唉声叹气，说我们中小企业都没有照顾到我们的基层。这我看呢，我甲委员报告啦，吼，主要中小企业伊较无迄个能力啦，啊，我系讲利用这机会，啊，这华人甲系做下来甲斗阵安尼啦。你唔是拢哦，甲拢因有一个单位就摕都摕袂少，全国性的。不是迄、那个，迄我唔是学法人，我是学中小企业，伊去找迄、那个协会嘛。他们协会可能不是中小企业 ，SBI 是学中小企业。你全部都是 SBI 的吗？这一条十一亿吗？大部分是啦。卖凊彩给他印印的哦。冇，不会不会。来 SBI 啊，你开偌济？有啦，好委婉知影一下。SBI 给你编6亿。6亿3啦。6亿4千。那剩下5亿呢？6亿4千左右。剩下就是科专。剩下是科专计划啦。对嘛？那你科专怎么处理？科专是用这个招标案的，招标案给学校。不是，就是讲你有合乎资格，你就来。所以也是固定的人在拿嘛，因为他只有那个时间才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嘛。不会，你帮我列出来3年之内都哪些人去拿？安尼啦，我看播出了，我委婉者啦。好了，我们不要简略了，赶紧起来。那个保留20%啦，不要简略你啦。我再问一下，我们有12亿嘛？那11亿都是奖补助，还有这个委办嘛？对。那其实你还有1亿多啊，这一亿多这，我说你全部都奖委办奖补助，那你中间1亿多这个通常是什么需要？业务费吗？还是什么？就是委办费里面是实际上是执行也有，另外还有一个是管理费。OK， 管理费大概是1%、2%左右了，3%来了。那 SBI 大概是6亿多了，刚刚有讲，那是补助给这个企业，他去找那个法人单位，大概是类似这样。来帮他辅导。来，你那个奖补助，奖补助都补助，你说补助给谁？那个标准怎么定是补助什么？我们就补助给中小企业嘛，那他会去找他的合作的这个，譬如说学校研发。他就找学校了，有可能他是找金工中心，有找这个工研院，有的找法人，有的找学校呢。对，他会找法人。我们不是法人，一个案件都给多少？这个大概是100多万，有的是有的是6、7，有的几十万以内了。因为啊，所以说你们一年大概你们一年这样大概有几个 SBIR 的案？一年大概中央有800个，地方有1000个。所以显然在你们辅导之下，每年800、1000。安尼卖不个三年，好不？你看，干那一年的。我要三年，我要比照他看看，都是哪一些厂商。因为有的人跟我讲说，我就不要，你们都拜托我要去拿那个计划，一给
给一千。有这种，他说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有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要拿出来追踪。不会啦，老公公，不啦，我们没有给，我们没有给一千的啦，不可能给他一千。这个有这种案绝对要追踪，抓出来。我们那个王委员办公室把那个个案抓出来，一定要追踪送监察院。那个报告主席跟各委员哈，那个如果照王委员讲的这样，那个真的是就会有差别待遇。中小企业一定要照顾哈，这点阿国龙讲哎，我们也常在问哦，爱好中小企业看我们还假无啊？我跟各委员报告这样了哈，我们不用减列了哈，啊冻结10%啦，20%，不啦，这个10%啦。我跟你讲，都是补助，他们可以分期的，他们都是这样。啊就是、說地方政府还不见得预算有过啦。冻结20%问题无啦？没有啦。好。对，无甲恁台啦，冻结28提专案报告，阿恁爱先拿资料。然后三年的资料要再补，三年资料先开来，那个资料会补，但是可不可以不要20%啦，再少一点？你先冻10%，艺术感官啦。找我一定会给15%，不是给我资料而已，我是希望让你知道，因为我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现在的经费真的是越来越少。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真的在基层上面那些中小企业很苦啦。那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帮他们辅导好，那钱真的是用在刀口上。还有一点我要讲一下，你们很多计划，说真的，要来给您提人金额，因为中小企业他没有论述的能力，所以他通常给您提100块，伊都爱30块、40块吼，专家学者托起啦，实在上提起到也落地下存50%到60%尔尔啦。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办法用什么样比较简便，不要一定要他去找专家学者，或者找那些蟑螂哦，有一些蟑螂，哎，他们写的都会进去。好，我甲委员报告，这个代志我有哪有要求啊？起码我简化变几个配置，起码五个配置哦，三四个配置，一点安尼啊。好了，既然有简化，好了，15%，大家有共识的话哈，那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这一案呢，事实上就是几乎是第一幕的90%，因为第一幕哈总额是12亿5800万，那这一案就11亿2000多万，所以我们下面所有的案其实都包含在这一案里面。那前面这个总税出当中没关系，总税出我们事后再回来好了，所以我们不如就用第一幕。好，第一幕我们就冻结20%，他们来书面报告之后再予以动支，然后附带决议请中小企业处把有关于该项业务3年内所有的执行细目送交委员会，这样好不好？好，主席。可不可以动15%？对啊，15%好。啊，无你跟他们讲二十，对十五啦，好，好不好？啊，就啊，听你的啊，对啊，你问你啊，我来讲，我直接讲话，讲话就王大委员讲的15%。好了，对吧？好了，15%啦，啊，不用。好，那我们第一幕就这样子决议通过哈。好，好不好？王委员，我们就这样啊，但是哈。真的要务实做好，刚才有讲的次长还有各位委员讲的，我们的简化程序这一定要处理。我们已经有在检讨。好，主席，我们就这样，好不好？好。第一幕嘛，第一幕。书面报告以后予以动支。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幕。那个中小企业处，我有一个主决议了，针对偏乡原住民地区的中小企业怎么辅导啊？那个决议刚送上去。好，来写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宣读。好，先联署一下。对你刚刚讲的那个案子，赶快把它抓出来，好不好？好，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幕，来，请说明第二幕457，就这一案哈。好，谢谢招委。457案哈，这个是王委员提到说智慧财产的协助哈。那么过去我们这个中小企业书销被人控诉说什么这个侵害专利啊等等，那他申请案件是比较少哈。那我们最近也开了几个会哈，就是第一个把这个智慧财产的范围不要限于专利，我们大概把这个产地标示啦、机体电路啦、工业设计哈，那么著作权、商标也都放进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我们也希望说这个额度能提升啦，原来是规定是5000万了，我们现在是说是不是不受信保基金的保证的1.2亿的限制可以提高哈。其实你讲这吼，拢唔是这案，这案是一般行政啦。
一般行政要甲你抬啦，啊，你爱甲阮讲的是讲，你这条钱是用来做啥啦？啊，会使抬无啦 ？OK， 好，我是刚讲太多原因了。那一般行政里面，105年度我们编列是1900万，今年是1700啦。事实上，我们已经有减掉，减列200万里面在里面哈。那我想这个像那个我们的一般业务费。包括清洁、保全啊，什么电脑机房的设备等等维系哈，市场都比较固定。你们没有工友了呀？啊？有没有工友？我没有工友。我工友是做简单的，你啊，好，谢谢王委，谢谢赵。好，我们赵烈哈，那个457案赵原烈书赵烈哈。那我们接下来第三幕，从458案到464案，请说明。是四百五十八案是有关。大陆的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你们现在跟他们都怎么沟通？现在104年，因为我们有一个中小企业的一个工作小组合作关系，古尼开始写的哈。那去年我们企业在北京有召开了啊，今年应该是在这，不过目前情况还没有确定这样。嗯，那当然我们要看看政策上怎么去再做配合。嗯，如果简列这个有没有关系？才587000嘛，哈。可不可以减掉这一部分？那我们保留，万一如果有恢复，减掉一半嘛？哎，不，不要减掉一半啦！我看安尼啦，减掉，你要减掉一半，减掉20几万，再过50几万年嘛？那不然就减掉这样好不好啦？减掉10万可以吗？啊，就请艺术跟你保留嘛。哦，因为现在也政策未明嘛，对不对？啊，那你那把把你那跟你减掉一半，不搞变啦？今年阮不都无开掉了嘛？无开嘿，对吧？还是恁去别的啊？无啦，迄袂使。到底是大概便宜啊？便宜啊！袂使便宜看，减列10万呐，把帮忙保留，万一那钱不济啦，想万一那袂一些小小规模的交流，你们预估有可能吗？以现在的状况，世上无绝对。某些的交流可能会有，但是正式开会可能爱看政策决定。啊，委婉参详者，看是要冻结10%怎安呢？啊，看气氛安怎。这是无差啦，你若要为着这，你要过来摆一个洞吗？唔免吧。麻烦吼。对啊，就你好贵，减10万就好啦。啊，甲恁保留，因为应该有够啦。好，减列10万，有大家没意见？无什么，无什么。好，我们458案。那个问题是为什么编才57万多？而一开会的开会，你要最主要是吃饭啦，然后会租会议的场所啦，然后印一些东西啦，啊，可能要请一些人来演讲两岸政策，哎。这是旅费，好啦，这是旅费。伊拉，咱们台调无高，恁家用个预备金可以啦。好，来，还有没有哪一案有意见？来，那个463。463哈，463是，哦，是地产基金哈，地产基金这里面，所以很多计划什么？你们这个是每个乡镇的特色嘛，对不对？对对。好，以前是一个乡镇一次嘛，现在是可以重复，是不是？现在也没有说重复了。我们现在就是说大概几个重点跟委员报告。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案子会自然难行，你就把它终止？因为我们98年的执行哈，地方政府的执行面较无熟悉啦，所以到100年之前，大概很多案子就是因为用地没办法取得啦，它行政作业不程序，它就取消。因为我们不取消的话，它后面执行的话会更糟糕哈，所以。从101年之后啊，我们改变做法，比如说去严加审查，要他承诺，哦，要他回馈金啊，所以101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再怎么终止跟取消。那今年又编了，今年无编了，嘿。编哪一些地方申请的？他没有限定哪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会给。所以各个乡镇都可以。嘿，你出来以后，我们来提哪一个乡镇提啊？管户那边爱管起建物爱去提案了呢？透过提案了呢？一年你们可以做几个案？这样的经费？我们有几个案子，嘿。21个案，一个案平均多少？一个案子看它是单一或者单一的话，大概单一大概400-500万左右了。嘿，你用那个讲，整合的话，差不多大概以县市为主。是。所以一个县市只能送一个案件。没有，它可以送一个单一，一个上一个整合，两个案子。有个区域的，一个是单一的。对，有区域跟单一，三个相比照以前的嘛。好，我要3年的资料，好不好？好。那个这边有苗栗县、台南市、台东县、高雄市、花莲县、宜兰县，这个没有严格把关，那这个怎么解释？计划自爱难行而告终止。那第二个是监察院的查核，那你们怎么处理？
好，我答那个第一个哈，就是说这几个县市，等一下请那个组长再补充一下。那至于监察院，他只要关心就是刚刚我讲的说，一共啊，你喜欢那几边的呀？啊，要终止或取消了啊？我没有跟他解释说，因为1998年刚开始开端的时候，地方政府认为说这个好像手续很繁杂，所以很多他不熟悉了。所以98、99、100，我们确实有这个情况。不过后来我们就改善了。101年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计划终止。为什么？因为头啊较无顺啦，嘿，较无顺啦。啊，上方面吼，我迄地方政府要做先移民，啊，今嘛这地方政府疏忽吼，啊，费了很大劲去。安尼啦吼，迄个跟赵报告吼，那个王委员，我们这边建议说这样了，我们动10%了，啊，不予删减了。啊，提交3年的，刚才讲的那个3年的整个的计划那个报告，okay， 啊，到时候再提解冻案呐，一并处理了，好不好？好，463哈，哎，10%，好不好？啊，提到时候提463、46是并案嘛？哎，欸，都并案处理了，好，不要不要像陈委员跟高委员说要砍你们500万嘛，好不好？谢谢委员嘛，哈，就刚才那个全国电子并案了，安尼叫得463、464并案了哈，好，安尼要有意见无？那无吼，咱458案到464案的部分，我们458案3减10万，对，463跟464案并案处理冻结10%。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啊，我463、464的时候，拜托你们务必要落实，是，因为通常这个下去也是都是一些顾问公司在做。我们希望你们真的能够落实下去，好不好？好，谢谢委员。这个是真的哈，你们一定会，一定会，因为沈市长也一直跟我。很重要啦，那个顾问公司的案子都变成一些活动，哈，嗯，沈市长要求了很多，我们会照办的。委员这个部分，要真的真的能够做出，是是是，会会会做出成绩，好不好？那我们就是463、464并案，冻结10%。然后中小企业处补3年内你们的执行情形细目给委员会，送交委员会。好，那冻结的部分呢，我们书面报告来了以后才可以解冻。那其余哈，其余条次我们就都照列，书面报告来就可以解冻了。啊，书面报告来就解冻了。因为你也无时间好摆，咱即马讲爱专案报告，后日要交委。哇，你们这通常都几月在申请的？你说那个地产是吧？对啊，地产它年初到第一季吧，第一季。哎，欸，啊，他书面报告，他书面报告也要经院会交付啦。还是我们有详细跟王委员办公室那边先各位我个咖喱报告，你们先去，你们先去沟通。哎，书面我另外上。好，谢谢哦，谢谢委员，谢谢。那其余个案，444到446。哦，那我们就回到那个好不好？总税出徐委员那部分，我们是不是就不予处理？因为后面每一案，我们现在都决定不予删减嘛，哈，好不好？好好，谢谢。那我们这几案就不予处理，444到446，好，就不予处理。好，接下来我们看主决议。你们都看过文字了吗？465万。那个，等一下，赵委，我跟中小企业处再特别报告一下，处长。都要关关那个上各位委员都语重心长的讲哦，真的中小企业在台湾现在是越难生存了哈。那不管是你们委办计划，或是有任何的相关计划，真的要落实啊，忙像今天委员讲的安尼，有足侪遐一挂家族啊在处理安尼哦，无太大个纳税金的钱。哦，啊，中小企业变现哦。他这一笔钱他真的是需要，但是他又要去拨付给别人，那简化程序很重要，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到成绩，这点哈，再一次跟你们要求，这块来要求，不然你们要怎么简化？因为现在就真的多写几个东西，做做文章，投800万落来30万来给人。我甲委员报告，过去啊写30、40页，迄个是伫鼓励讲，改去找顾问公司去写文章啦。我即马是变5页了，而且即马拨款内底，我即马拢叫伊内管哦。我这样拢列管报华看，今嘛是安尼哦。这我有在要求啦，因为我处理卡片听到了。我处理卡片听到了。好，接下来我们看主决议，来465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通过哈，466案。没有问题。通过467案。照案办理。通过468案。照办。469案，哎，通过469案。照办。通过470案，照办。
通过471案。照办。通过472案。遵照办理。好，通过。那我们有新增主决议，来宣读一下哈。我们新增主决议472之一宣读一下。472之一，中小企业处办理各项中小企业辅导及升级工作，应考虑资源能平衡分配到各区域，特别是东部及原乡地区大。特别是东部及原乡地区大多为微型或小型企业，在急需中小企业这样对东部及原乡地区微小企业的协助及合作，特别是许多竞争型的辅助案，大部分东部及原乡地区原住民企业属于微小型自营经营者，其提案能力往往无法胜出于其他地区提案竞争而无法取得补助。面对目前经济不明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处应保持一定能量，给予特别需要帮助的族群，借以积极及补助东部及原乡民住民微小企业族群，给予必要的协助，使其企业经营更能够存活机会。提案人孔文吉。联署人王惠美、苏振清、徐永明委员等，宣读完毕。那个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怎么样有效的来协助哈？这个我们沿乡地区的中小企业，哦，不是只有主决议念一念就过，稍微说明一下了。好，我想我们中小企业处主要是不分产业别的哈，我们是规模别，只要200以内的大概都属于中小企业。所以我们大概协助有几个方向啦，一个是说，因为东部地区它的发展呢，也不能说只有个别产业的发展了啊，所以我们比较会从群聚的观点来看，比如说东部它有深水，没关系，委员讲的，你们回去啊，就针对这个部分去改进，好不好？好好。我看呢，早会有指示安呢吼，我看那个处长你甲孔委去甲报告一下，看咩配合吧，好啦，安尼啦。好，那我们这一案，我们是不是就孔文吉委员所提，大家共同提案的这一案，我们是不是就照宣读的文字通过？好，那谢谢谢谢，通过。还有一个新增的主决议，好，我们也请宣读。447案至456案，463案至464案新增主决议案哈，宣读如下，请经济部中小企业处针对第一目、第三目向下分支计划创新辅导活络产业经济近三年度预算执行之细目，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委员管碧玲委员、苏振清委员、孔文吉、王惠美、徐永明等委员，宣读完毕。好，各位委员们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案通过。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回哈，这是中小企业处预算处理完毕，那继续处理加工出口区管理处预算，从477案，你们要留一个人在这里等宣读哈。好，来，好，好来加工出口区。那赵维科委员，大家好。好，从473案开始哈，473案，它是通案啦，委办费通案啦，我们是不是照例从第一幕开始再回来，好不好？好，好，我们现在先看第一幕，有三个案，474案到476案，请说明。好，我大要说明一下，这部分是一个科技专案哈，这科专计划，这个是对我们园区的所有厂商透过产学合作，还有建立一个平台，所以我也很关心一点是说。是不是用委办计划执行？那事实上，张委早上也特别讲，因为我们行政部门的这个在技术专业这部分需要靠法人，这个法人最重要是靠学校，哦，学校来帮我们来做这个忙，所以，这单给你较开心呢，因为市长给我们这笔计划给你较开心，160年较开心。创新价值要做怎么做什么？我们第一个是建立一个平台，就是把需求者，就是区内厂商。跟区外的能量，包括教育部的能量，包括这就是学界的能量，跟技术单位的能量。那有刚刚提到的像 SBI 的计划，我们是一个平台，把它借接过来。啊，所以用这个红线啊，这个今年哈，这预算已经比去年减少了。你不是说今年才编？不，我讲的是106年比105年已经减少了，因为你当统个科专计划，比一般的计划减少给。5+2那部分去了，所以咱已经到点子了。我看咧啦，那个文古啊，你爱好委员怎讲？你到底手中是你计划了？你个无啥钱，你也讲出来。啊对啦，你敢那讲无钱，你都唔敢讲，你要做啥？啊，拄只都讲的，就是咱。诶，恁总数才5亿个。是啊。哎呀，啊科专都无到6000万，那个下卡一个就是敢那人事会的3亿。那个，我跟各位委员哈，
报告哈，因为咱个另外一个基金啦，啊，咱用用人事，咱的人来进行这个工作安尼啦，是这个原因。咱中南部吼，咱中南部上可能就是这啦，法人哈，法人都在北部，啊，阮南部干那一个法人，阮高雄干那一个法人，金公司。那这个就是拜托金公司来帮忙。那你说中部好了，彰化有没有法人？没有嘛，对不对？法人几乎都在台北哦，哈。啊，法人的钱拢伫技术处哦，百外亿哦。啊，所以吼、哦，因北部都足侪钱落去的。啊，咱中南部拢加工区，尤其南部拢加工区，结果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则无钱啦。啊，所以加工区集中伫阮南部，啊，南部的主管机关经费遮尔少的，结果吼、哦，就是所有的建设甲经费甲研发。拢无法度分布到我们南部来。即我甲王委员报告，这个实在是太不公平。即马加工区内底吼，即马伫中部个潭子加五车迄个。上早的啊，上早的就是阮高雄加潭子遐，对啊。高雄算吗？有啊，我们就高雄男子加工出口区啊，加潭子啊。四个 ，OK OK， 我看哦，恁中小处都是全部照列啦，好不好？好，啊，和恁好好啊走，因为恁实在是哈，加工出口区啊，管理处没有错啦，加工出口区管理处啦，对啊，要有业绩啦，要有效益啦，好不好？哈，和恁预算就全部照列啦，不要预算过了，你们就都当好人，属下不去要求啦，那一定不会，现在很多就是这样啊。很多的人士就是在那边走，要走死啊，赢啊，要赢死啊！现在普遍性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加工赢了，你看技术处爆啊赢嘞。我怎样啊？那个哈，那个二代加工区，我们屏东那个要多加强一下那个招商的工作了，好不好？还有那个次长，以后预算不能这样了。加工区的处，那个加工出口区管理处的预算这么少，害我们中南部都分不到科专的钱。以后要编预算之前，要先去跟管委员拜托一下，帮你。打通一下上面的关节，市场很帮忙的啦。这边六千万是一来是才半万，其他以前拢无。无你哩，伊在跟他人事开销安尼啊？你看法人分八万元，阿卡当铺才分五亿，哎，八万也够够。到劳动检查都在我们加工区来处理安尼，好不好？这算较散的处啦。看我就知影，所以主管较无肉啦。对对对。但是你爱好就即好，来今麦看主决议哈。来看493案。493遵照办理。好，通过494案。遵照办理。通过495案。遵照办理。通过496案。遵照办理。通过497案。遵照办理。通过498案。这部分因为有跟这个邱志委员报告，这个案子真的没办法做到，因为被这温网是黑车案嘿。好，那我们不予处理哈。好，那交通出口区管理处哈，我们预算处理完毕，接下来谢谢赵，谢谢各位中央地调所，谢孔委员跟王委员，对啊，谢谢委员，你们好好谢谢委员哈，来地调所。哦，啊，这拢我先来呢。这咱中南部就是上可怜了，中小迄落加工区的钱遐少啦，啊，法人的钱遐济啦。这你明天可怜，因家己都无要钱哦，伊就无法度。对啦，我有去瞧啦，以前的结果，瞧了你伤少啦。对啦，爱过来检讨，过来检讨。来地调所，有来所长有讲。现在从第一幕开始，我们先从502案开始。到509。502到509。那这一个502到509是第一幕，这属于地质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底下的几个分支计划哈。那里面共同问题都是委办会的问题，主要是委办会的问题的。然后有一个是一般事务会。那我们知道委办会地质调查所的这个核心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的地质基本资料，可是人员是相当有限，除了我们自己办以外，我们还利用学界的产能啊，包括设备人力哈，经常性的来协助我们建立这个资料，加速这个资料的品质。所以我们都大概都变有委办会。不过我们委办会其实基本上都从99年的51%。到去年的27%，到今年的24%，已经逐年在下降，总数在下降，比例也在下降。就是委员会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尽量收回来自办，所以我们尽量在达成了哈。因为你们本身有研究能力的，对不对？对对。所以你们委办会确实是可以，确实是可以越来越。对呀、啊，我们是逐年在控制，在收回自办，但是还是有一个极限的，因为我们人力只有几十个人，嘿。
对了，就是说以你们自己的能力要先优先。是，我们还要持续的注意这个事情。因拢总事业管了。对，是一是一。这边和你用。我们预算是很有。支持之类的。好了，我支持黄伟哲的减列20%了。就是。太浪费了，太浪费了。啊，不然我那么多加起来，我减列更多呢。我要减列30%的、40%的。各位掰开了，够委婉了。没有看到什么大的功效啊！我们今年已经比去年预算减少了。每个人来这都这么讲了，也不用送来给我们审啊。你们有没有处理了什么重大的案子？对啊，你有什么重大的？有，我们你们每年花了4亿多，你们的功效在哪里啊？建立基本资料只是一个内部的东西，供大家查询哈。那我们今年做了一些事情了哈。我们公告地质敏感区，照地质法公告地质敏感区。我们三年来已经公告了50项，今年年底会把第一轮全国5B都做完，这是一个很大工作量。那这资料就是靠我们背后这些委办计划和我们自己调查的成果。那这些资料也都可以在网站上公开了哈，然后土地开发行为的管理也都在利用这个资料做把关，所以我们其实少数的人做了很多的事情，那资料其实网站都可以看得到。现在这个委员报告，这地主资料越来越重要了，很重要啊。对啦，啊，所以我也刚做了很几十年了，台湾的地址还没有研究完呢。来，这倒也是真的。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地址的东西，譬如说财山走山，财山走山那个是你们有没有研究？我们有收集资料，有收集资 料，对 对， 對，而且跟高雄市也有沟通过，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监测系统。例如有收集资料，例如研究，还有事情，我们没有事情，我们没有监测系统，这是高雄市他们自己在做监测，他们还花了很多钱做监测，我们是给他区域性的地址图资做参考，做他规划的参考，这样够吗？你觉得就你们的没有了？我们去年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0206地震以后呢，行政院跟那个突然间要求我们把99年到104做好的土壤意外检视图资在网络上公开了。这样了哈，那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我跟赵伟跟各位，现在这样了哈，你们都这个、台湾的地址真的调查很重要。这样了，原则上我们是不是不删呐哈？但是你们今年我们真的要看你们的作业成绩了。好，我们到年底一定要验收。要你们的今年的整个的那个通盘的所谓的成果报告了，一定好，安利好不好？一定好，因为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好，请问你们不能说都没资料，而且我们也要看你们刚才讲的你们的委办，好，我到时候我们要看你们的委办的情况，好，今年跟明年今年跟去年比，我们一直要尽量自办嘛，但是碍于你们的力有限，对吧？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好好的做一些工作啊，不要都是委办嘛，然后我们看你们总年的成绩啦，安利好。你们大概都是委办呐、啊。啊，起码得是因公因来呀、啊，那你们五一四的话，你们这里没有委办是自己做哟。委婉，安来好。好。五一四啊，我们就给他们用了，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来问一下嘛。好，来，好，请说。五一四，你们这个做什么？五一四是都市防灾二期计划，这是谁做的？那个是我们自己，主要是我们自己办的。这就你们自己能办的。对。我看你们好多都是委办呢、啊。主要工作是自己办的。是。是。找一个时间，甲委员专案报告一下啦。该做。是，我们会。你们都改进啊。会照办，我们照办。委员的期待啦。是。谢谢。这个我看会用啦，好不好？这个地址嘞。委员来支持一下。这安全。这过去我督导的啦，真的。安全的问题哈，好啦，多谢，甲委员多谢，来。拜倒拜倒。要把成果做出来啦，说真的。继续看。我们这几案哈，这几案我们就照列，好不好？原预算照列。然后第二幕510到511。第二幕主要是一般行政的计划下哈，那我想这个也是牵涉到510也是委办会的问题，然后511也是一般事务会。那我想委办会刚刚已经大概我们的体质是这个样子，我们一部分的是委办工作。那510那这边养护费就是一般的经常性的费用了哈，511也是一般的这些消耗品了，员工的就是健康检查，我想这都是固定的费用。来了，这里我支持高志鹏的提案。高志鹏，高委员。啊，高志鹏做对，我那无高志鹏的，我这样，伊减偌济？减什么？减偌济？23。减23万啦。嗯。哎呦，23万嘞。实在是足少钱诶，十万呐，好无？十万好无？啊，减十万好无？减十万开困难未啦？有法度无？啊，
还是卖减啦？一般行政，一万实在是这个预算已经很少了哈。好，谢谢。好了，今年让你们做成果了，明年再来算。好，5101两岸哈，我会把你特别记住哦，好不好？地质研究所哈。现在看第三幕哈，512到515。第三幕是地质调查这个传统性的业务了哈，那里面那个其实预算也不多，但是里面工作是我们多年来经常性的业务，那包括区域性的地质调查、地质资料建制以及规划管理，还有完善的这个知识网络这些服务计划。那整个我想一般事务会它编列也都比往年还精简了。那后面的、這個、比去年减少嘛，哈，哎、欸，都是金钱的，5151215这中间，大概都是相关的问题。那至于后面这个所谓的513到515这些都市防灾第二期计划里面提到的，都是说土壤异化的问题，哈，就今年我们公开的土壤异化潜势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如果我是可以说明一下哈，就是土壤异化潜势是今年三月。好了，委员听一下委员的意见，来。哎呀，这我看土壤异化，这个好运气用，这拢制图啦。啊，你这个单位，我得阁支持陈明文呢。当然，我们土壤异化今年3月14号公开，到4月14号有500多万人上去使用。哎，那他啊，你们现在公开之后，现在上去使用。好啦，你们然后第一天有100多万人。你们现在公开之后，民众看了我被惊死，那他能够做什么样的防范？好了，这比较重要。这个系统可能大家有误会哈，当初行政院就是要我们公开。然后要营建署呢提出配套措施，所以民众上去查到红色高检视，他就到营建署那边申请健康老屋健检的补偿费，补助金，然后他还补助地方政府做比较精的图资，然后对比较红色的地区呢，他们确认的红色地区呢做地质改善，所以我们这个土壤异化这个检视这个都市防灾这个计划等于启动了后续，所以地质改善是民众自己改善，不是还是营建署补助，营建署补助县市政府，所以他那个整个有500多亿。那所以我们这个计划等于是火车头，没有这个计划，民众的安全检查跟后面的补助计划都不会有。如果有后续 ，OK 了，卖蛋苗给民众穷害了。好，不，好，谢谢了哈，谢谢委员。那我们512到515案就原预算照列，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回过头来的话，就499到501，我们就不予处理。好，谢谢。现在看主决议516案有没有问题？等一下，我回一下哈。506，你们这个3000多万的委办费，重点你们要做什么？我知道讲过，再回一下。刚刚看3050万，你们的委办费，那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哈，到东北角海域里面去探矿，海床里面的金属矿物。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你们会去探矿，一定有觉得说有什么东西在那里。有，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过去，底下人都所谓海底火山的烟囱啊，它会冒烟，那是其实把金属矿都带上来。那这个全世界都变成一个新的矿源的在调查，里面有可能有金银铜锌铅，还有些像稀土元素。对，那日本也做得很勤快。那当然这里我们跟日本有重叠。好，那你3000多万，你可以做到多大的面积？我们逐年啊，像今年的话，明年的话，我们规划做政策啊，详细政策300平方公里，然后声纳扫描大概有500-600平方公里，然后海底海床的这个火山。那所以说，你在这个计划总共是分几个阶段要来处理？它分应该是分年做的，分4年来做。哎，以后像你们这个应该要有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的标示。我今天如果没有问就过了。这个应该是第一期的了。第一期啊，你第一期现在是只有单纯调查，对，调查评估就要3000多万，因为那个我们还要到海上用船哈，那都是研究船，其实都是蛮贵的，还有设备都蛮贵的，那这些设备也不是我们能养的。好，那你预计在这个计划要投入多少钱？总有一个概算的吧？总个一年的整体计划是吧？对啊，你应该有一个计划，不然今年给你过，明年没有过，那3000多万又浪费。有，那是一个4年的一个中程计划，哎。所以计划是已经核定了。所以主席是不是我建议一下，类似像如果说它是逐年计划，以后在编列的过程中，是不是能够明示一下第一期计划、第二期或者几年到几年的计划？有，数字1、数字2、数字3、数字4那爱出来了。没有之前哈，这个可能是你们书一讲，只要是中期计划，本来就有分年度编列，对吧？这些都写得很清楚，这里面要注意。是5、5、2、5、3、5、4了。
对啊，因为你们如果不把大概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今年给你，明年不给你，说浪费前面的三千，可是你后面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个价值，有没有那个必要性？那你下去一投入就是四年，就是好多亿啦。你们这个计划报告内容就要先说四年计划嘛，啊，第一期多少，第二期多少，第三期、第四期啊，这样啊，逐年编列嘛，安尼大家清楚啊。因为以前拢有下期，恁可能新的恁无注意到的款。对啊，我就很好奇啊，你们也是委办费一次，你就能够估出三千多万，那到底他是怎么估的啊？一分期计划。我来给你都三千了啦。这一分期计划可能也不下清楚啦。啊，他要委办啊，那你一定有一个本啊。你像我们在那个工程在规划，就是设计费用多少，抓几趴上去啊？那你三千都是怎么估来的啊？我想我们有把它列清楚。其实这个计划都送经济部都有整体的委办的计划书，那个整体的分期分年的计划书、哦、是整体核定的，在分年编列这样子。好，不是独立的。下回改进哈，下回预算编列的时候说清楚哈。不接来啊！二香，对，行啊来，行啊来。好，那我们现在看主决议516案，来有没有问题？516案，遵照办理。通过517案，遵照办理。通过518案，遵照办理。通过519案，遵照办理。好，你们谢谢委员哈，谢谢委员，谢谢我们三位，谢谢王委员。接下来我们要处理能源局预算。嘛，感谢委员啦，啊，阮等下拍平安呢。即卖钱足歹讨的。来加油哦哈！最后一个局，来能源局。能源局来。能源局总经费，总经费偌济？3亿6000。三亿多哦，哦，你能源局才少哦。感觉呢？能源局哦没有，我们还有非营业基金。哦，他们有基金啊，他们都在基金啦、啊，哈。好，那我们从524案开始哈，先看524案，前面先暂时再回头来第一幕524到528案，请说明。是主席各位委员，我想针对524到528案，就是针对第一幕，就是我们能源科技计划里面哈，我们在106年有编列一个离岸风场区块开发的海域环境建构计划。那事实上，我们的离岸风力发电哈，它是三个阶段。我们从101年哈是用4万的一个机组的建制跟4万风场，那现在在今年年底会完成2座的4万机组。那这2座的4万机组完成了之后，我们要进入到区域的开发，那区域的开发的时候，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来进行。那区块开发的过程当中，现在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很精确的掌握，一个是海底的那个地质，因为海底地质如果没有掌握很清楚的话，那个成本就没办法估，我们的那个整个那个基座的那个成本就没办法估，那甚至我们的施工船就没办法做很好的设计。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让生态环境跟那个离岸风场开发要能够共存共荣，我们必须要持续的监督那个海域的生态，这是这个计划要做的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鸟类啦，或者是那个底栖的生物啦，或者是那个白海豚，这边都是要做长期的监测，在整个开发过程。所以这第二个工作是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气象，因为气象关系到我们的那个风速，那这个风速风速的话要影响到我们的趸购汇率的设计，如果没有掌握很清楚的话，趸购汇率的设计就没办法很公平。那一旦没办法很公平，那一设定下去是20年，所以必须要有这样的计划来进行。那委员有提到说，这个好像其他单位像气象局啦、地调所啦，他们在做。事实上，我们都沟通跟他们沟通过，他们没有那么的精确做到那个区块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必须要投入这个计划来做这个区块的位置很精确的底层的地质，那相关的一个海域的一个生态的一个监控跟气象的一个资料的整理，我大概做这样的一个。你委员知影讲彰化只要有几个风场啦，嘿啦。哦，彰化，彰化大概将近有10到12个风场，这边我们要做开发，目前大概有13个那个公司来向我们申请风场的经营。那这个加总起来大概3.9吉瓦的，那大概有9个的部分是在彰化这个区块的风场。那你们现在这个厂商，你们都用什么标准在确认，到底能力够不够？这个部分就是从几个面向跟委员报告，财务，它的一个工程能力，到整个这个未来的经营能力，我们会参从3块来处理。那财务的部分，我们的电业法有明确规定，它的那个实收资本要达到多少一定的一个比率以上来处理。现在就有吗？电业法有规定。要多少？18亿啊？十五跟十
18%，就是那十艘资本要占，就是十艘资本要占整个投资的18%。好，来，你第一个你的气象的东西它没那么精细，所以你们就是要从头再来做，对不对？跟委员说明，不是从头做，我们就是把现有的部分加上我们现在每一个风场都有一个测风塔，那个测风塔的一个所收集到的气象的资料，我们把它汇整起来。你的测风塔都已经装了。是，像那个彰化那个台电那边已经设好了啊，湖海也设好了。那那个，对，那那个在那个竹南的部分都设了，测风塔一定要先设。已经开始在测风了。对对对对对。那你的地址呢？地址的部分现在就是我们开始在进行规划。那今年完成怎么做的这个执行的方式，明年开始投入做地址，每个区块每个区块。目前是由工研院跟我们国内的业者跟学者这边一起来做。那业者的部分主要是说他们要有探勘船，那国内有那个地址的探勘船必须跟他们合作。那你要讲说你施工船的设计是你们自己要施工船要设计，还是给厂商去设计？业者要自己设计，不是我们设计。但是我们要把那个地址的资料很完整的提供出来，他们才可以去设计适当的施工船。比如说，他要采用的是那个管式的那个底座呢，或者是用所谓混凝土式的方式来处理，那必须要看那个底层的那个地址来状况做定。那个522案哈，522案那个太阳光电的二年计划，是那你们要投资八百多亿嘛，800多亿，那这个，但是在预算书里面是看不到有什么太阳光。我们会在那个非营业基金里面，因为大部分的太阳光电我们都是趸购汇率。对，趸购汇率，那趸购汇率它每年的那个变化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今年编列52亿，明年要将近70几亿。如果用在公务上，那个是什么基金呢、啊？我们的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再生，对。那个细金今年跌幅很重嘛？应该一起吧。那你现在要怎么样达到这个二年内达到1.44？我们现在设定太阳光电两年计划是1.52吉瓦，那会从地面型跟屋顶型来筹设。那屋顶型的话分成4块。工厂的屋顶，我们一般住家的屋顶，还有我们公有厅舍的屋顶，那加上那个农业的禽畜舍的屋顶。那地面型的话，我们会从四个部分进行。我们有。那个你们的那个土地就是说你们现在是只有找到七千多公顷，大概将近8700多公顷，八千多，但是你们目标是1万多公顷。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是这样子，我们的长期的目标是2025年是要达到20个吉瓦的太阳光电设置，但是呢这两年我们只有1.52吉瓦。那如果以2025年来看的话，大概要10000多公顷没有错。但是我们现在这两年的话，如果能够设到1.52吉瓦的话，它土地不用那么多，我们现在盘出来土地就够了。那主要是说我们陆陆续续在盘点的土地，比如说从那个地层下陷不利耕种的农地，我们的那个盐业用地，我们在一直在盘点这可以试出来土地。但是如果以这两年来设的1.52吉瓦的话，是足够的。土地早上好像有要他们资料嘛，就是你们那个土地是设在哪里，什么要提供嘛？好，我们会尽快提供。早上那个决议，我们是说要等能源局的时候再做决议所以要写一下。就是这一次要决议就要提供资料，你们那个8000多公顷。主席啊，我建议一下我们是不是把它基金也一并找个时间一并审，到时候再一起来。没有，要分开，这个还是要先审。我们基金可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抓进来，对，这个一定要先审。所以今天也不见得一定要有结果。那个，我这样了，是不是简略，这个才3亿，稍微简略好不好？简略10%了，800多亿，不晓得这个要用在。没有，3亿，三亿，三亿，它总共才3亿，3亿6000多。我跟各位麻烦报告了这个是他这个3亿多我想他们有他们的实际作为，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基金的部分因为再生能源也是为现在政府重点的推动的一个目标，在这边跟委员商量，我们是不是可以照他们给他们原列数我们在基金的时候再来好好的审查这个有点。总召，我报告赵委，我了解一下你们现在这个风电的部分中型的
风电你们并没有在推广？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对那个中小型，就小型风力发电，我们给的那个趸购汇率是最高的，九块，将近九块，八块七耶。为什么？一度的那个收购。成本高吗？它的那个，因为它主要是发电量少嘛，哦，大投入的那个出那个起初成本哦，除以那个发电量的部分，它每一度的那个这个那个补助的那个金额就比较高。那事实上给的是最。你们假设分一百分的话，你们花多少的精力在这个中小型的发电机？我们基本上事实上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个工作，我们有一个中央办公室是。不分大小部分，我们就努力在推动。因为现我们这样，我听不出来你们到底用了多少心力在这个部分嘛？因为除了这个大型那种的风电以外，其实中小型也很有发展的潜力啊。我们现在就是哈、鼓励我跟委员报告，为了要推广这个中小型啊，我们甚至还哈、这个整合国内业者成立一个联盟，哦，积极的来推动这个中小型的风力。那是还跟委员报告。我们还当然有潜力哦，因为我看了，因为讲到土地，我就想到这个中小型，它也标准。我们还给标准检验局建立国内的那个检验的能量，而且他们是可以透过那个国内的这个完整的检验能量，它还可以出口，在七股那边我们设立一个很完整的那个中小型风机的那个检验能量这样子。对，这部分事实上我们投入的蛮多的这个资源跟心力在推动。那你们现在离岸风力，我看好像变成你们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那你离岸风力跟陆上的那个比例，你们现在是怎么用？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如果以2025年来看的话，我们离岸风力大概3 GW， 然后陆域的话是1200，就1.2 GW 这样的一个这个设置容量。能源科技 ，OK。能源科技当然有很多项目，你们都在努力。那么，关于温差，台湾有没有条件来推广或者发展？海洋温差的部分，过去我们评估过，只要那个水能够持续的出来的时候，有它的那个的一个这个潜力。温差超过6°C 的话，就它的潜力这样子。那台东的深层海水，如果1000公尺抽上来，那个温差大概多少？你知道吗？现在目前，如果以过去在那个经济部那个深层海水研发中心，那抽出来的话，温差好像差六度以上，对，6到7度。所以你们有没有思考过在那边研发嘛？现在做一些评估，因为国际上有一些发展的资讯嘛，我们想要哈先收集国际上的资讯。日本做的不错啊，他们我们想要收集国际上的资讯来处理。对啊，说我们应该先看国际上的发展，收集好这个完整的国际上的发展资讯。你们自己有没有去参访过这些这个温差发电？我没有去过，那当然我们那个研究团队哈，就工业院那边有去参考。那个利能所那边有了，因为现在深层海水是实质中心在帮你们。但是之前哈是那个工业院利能所那边在帮忙。利能所对。我是说，因为早上赵伟也知道，我们在关注你们对深层海水的用心程度的。现在不单单是水要抽出来，其实温差发电可以做。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去做好这个国际发展的资讯的这个发展的趋势的评估。像你们 support 那个实质中心基础的，我了解，了解啊这些，结果来注意的。我们来跟那个实质中心做更进一步的讨论，然后来 support 他来进行。来，你们现在的目标就是2025年要有4.2 GW，是相当于台中火力发电厂的发电量。我讲台中火力发电厂，你即马是4.2起，台中火力发电厂大概5.5 GW，5.5 GW嘛哈，5.5。好，那你们这个最快多少可以加入我们的发电？这个我们有一个4年的推动计划哈，我们希望在所以明年有可能加入吗？今年大概至少2座的哈，那个风力可以加入，对，离岸风力可以加入。那2座可以有多少 GW？ 16 MW 哈，一部大概4 MW 啊，大概16 MW 哈，对。那我们希望在未来哈，以这个示范机组的成功经验，赶快往前推。我们希望在2020年，就是109年，未来的4年，达到650 MW 的设置量。但是这个部分要往后才会越快的一个设置的一个量出来。远水救不了近火了。跟委员报告，确实需要点时间，因为国际
都大概到十年时间。那差不多巡达两次啊啦。那个像盐乡地区哈、哦，地热发电啊，那现在有的是在温泉什么要开发，要能源局来补助，那你们现在都没有补助啊？啊，钻井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是有一个这个补助探勘的一个这个补助计划，那但是业者要来申请，好、哦，业者要来申请，那我们会来主动哈、哦、来洽业者，好、哦、看看可不可以有帮忙他，哎，帮忙他，哎，对，是，我会给办法给委员。我意思是说，你们他们现在是要提出来，好比说我台东延平乡的红叶温泉要地热探勘，那乡公所说那边有地热，那他现在必须要自己找厂商嘛。找厂商来探勘，如果探勘成了，那你们才成功了，你们才有经费嘛，才有补助。那现在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补助这个乡公所支持他们这样做？第一，我跟那个委员报告哈，我们哈为了让，对，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哈为了让地方跟中央合作来推动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现在有一个公告一个补助办法啊，每年有400万，然后可以是申请三年。那我们会来跟台东县政府哈、哦、来进一步讨论，看是不是可以帮忙哈、哦、把那个红叶，你刚刚提到那个红叶乡那边的那个温泉哈、哦，来纳为那个台东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再生能源发展，然后协助他们来争取那样的计划来做这个工作这样子。哦、那个资料提供一下好好、那个是要点资料送给你。资料提还没，我还没。这个就不做决议了，好不好？来，我523决议了。来，523说一下。来，我请教一下你们的业务委办费有1亿6000多万。是。没有啦，我们现在先从第一幕再回头来呢。我们现在再从524到528。对，好。哎，然后那527，赵伟，就刚刚讲的嘛，哈。对，527。对。啊，现在讲讲嘞，大家感觉安怎？真的是恳请委员帮忙啊、欸！我还没问完呢、啊，报告赵伟。好，你有咖啡，我们没有咖啡了。那个、第一、就是、要的啦，来，第二，我还没问完。你们因为早上才问过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那个 Class 1A、B 的标准啊，现在台湾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考虑到台湾的多地震、多台风这些条件？所以你们引用了什么样的那个标准呢、啊？跟委员报告，我们离岸风机就是最严格的 Class 1A， 就是考虑到台湾的地震跟台风。我跟委员报告，嗯、我们现在哈、哦、三个示范的一个这个机组哈、哦嗯，他们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设的那个测风塔，我们可以通过那么多台风的那个侵袭，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设立很严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验证的标准。那风机现在这两座完成了之后，就可以验证说这样的 Class 1A 是不是可以抵挡住那么强的那个强风，这样这非常重要。现在这个示范两只是就是 Class 1A， 哎，对。示范两只要花9000多万就对了，是不是？不是，不是2万，不止哦，2亿5000万呐、啊。这个九千多万是在做我刚刚说底层的地质海域的环境跟那个，那不止，对，每只要补助2万。好，来，我再请教一下、你的那个。对啊，电力，你的风力发电，风厂啊，你们跟这些厂商未来，啊，一签约有没有保证收购价格？有，我们现在就是趸购汇率嘛，哈、哦，对，离岸风力的话，今年是5.7，那明年的话，我们现在研定出来，初步研定出来要做预告是6.01，更高，对，6.01，然后这个如果他明年哈、哦、取得我们的筹设许可，电业的筹设许可，一签约就定住20年这样的一个独购收购，对，一定那不错啊，哎，你看刚刚导出来，对，保证收购。我是替你那想，你拢讲电价不涨，这里就涨这么多啦，成本就这么多啦。他没有，我是怕你这个以后电价涨不涨的问题。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他不是一年哦。这个全年365天在发电哦，只有我们算过那个影响，事实上在我们的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对，来，你们有没有跟他精算过他的投资报酬率多少？我们的那个这个设定、那个、讲一下 IRR 了 ，IRR 你知道吗？多少？趸购汇率的 IRR。我们趸购汇率的计算标准，离岸风电是大概是接近六左右，一般不是6%，有标准。其他的再生，因为它的风险非常的高了，啊，台风、地震等等都未确定，也不太。
太阳能光电这一次台风啊，整个都全坏了呢。看你啊，是岸上的没有啊 ，PPA 有啊，我们那边的。我来了解一下。我还是要再多了解一下这个离岸风电。你们现在的这个时程啊，已经延误了，对不对？你现在福海在这个永维这两支已经延误了。跟委员报告做出一支，但是已经现在是这两支哈，因为我们原定是104年，后来有报这个委员会核定哈，延到今年的年底。两年。对，今年年底，那今年年底的话会有两支完成，但是另外两支因为在那个跟渔会的沟通还是有一些哦这个障碍，我们在努力协助他们哦取得那个渔会的认同啊。就渔权的事情是对渔权的事，因为补偿啦，补偿啦。说到起码我搞委婉报告，起码大概隐隐也有在突破了。有突破呢？渔会有你还在让？没有啦，你们放任的厂商这样是不对啦，对不？今仔甲伊讲。讲回馈偌济，明仔再要甲伊讲回馈，佫无同款呐。嗯，唔是这样。啊，所以变成人讲，你唔当作我细汉的来，我才你讲安尼，啊去到遐你互人按坐。彰化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啦。我知，迄个是王伟咧讲，迄个是苗栗迄个德南迄个啊，加即个彰化咧袂好势。同一个厂商嘛，但是他在那边、啊，对不对？他在那边的回馈就很多嘛，来到彰化点自己啊。那个自己拿砖头扎自己的脚，那个我们站渔民的立场。我跟经济部还有各位委员分享一个看法了哈、我跟那个农委会一直讲说，我们的渔业预算哈才50亿，整个农委会哈，整个农委会1000多亿，渔业总预算才50亿，所以像这一次这种示范风场或者是未来的离岸风电一出来。那个是因为国家的重大政策导致于渔场消失所造成的渔民的损害，建立检讨。如果比照农业，当然是政府补助啊，灾损补助啊，当然是政府补助啊。可是我们渔业没有预算啊，没有人在管渔业啊，所以呢，竟然变成是我要转嫁给厂商补助，那问题就来了。为了照顾渔民，要好好补助，厂商就做不下去。然后厂商补助为了要他能够生存，就伤害渔民。所以这个是根本政策上结构的谬误啦，因为完全没有渔业政策啦，我们国家对渔业完全疏忽，这个根本就是政策性导致于渔损，这个就有点像天灾导致农损。农业既可以天灾农损有补助，又可以休耕也有补助，这个补助那个补助，渔业哈，因为政策而导致于没有渔场这种事情，竟然国家没有补助计划了。但是渔民的这个相关渔权的损失，你们一直都有在进行的补偿吗？那个东西哈，那个东西也是只有个案，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丢给厂商自己去处理啦。每一次都是，现在有，要不然就是用地机关啦，不然就是用地机关要去收购啦。那用地机关没钱，有时候是港务公司，有时候是像高雄港也有因为政策的关系，渔场消失的问题啊，都完全没有补助经费，对呀、啊。天灾有补助渔业，但是这个政策影响却没有。加我搞委婉报告了哈，起码你的农委会渔业署要定一个计价公数，底下以后慢灰啦，用安尼来用啦，进来巧啊，是巧啊出来。是谁要给咱？是厂商给咱，还是国家给咱？厂商，对。对。哎。可以沟通，安尼来一个，怎样有一个确定的物件要考虑了，要投资的时候。对呀、啊，就是会有这些问题啊，因为你没有政策啊，所以这个我们陆陆续续在解决。现在涨不涨其次，现在是不能先不能缺电，现在就缺电马上看得到涨不涨，后面再来论了。现在就因为渔权谈判 delay 那么久啊，好啦，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来。对啊，另外那个生态嘞，破坏的生态嘞。那个廖委员先来，廖委员急着有需要来。好，那个王委员，你提到那部分就是我们现在哈，在这个计划里面嘛，我们就是同步要去做生态的一个这个监督嘛，让我们的生态的一个这个影响哈，在施工过程当中是减到最少。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做环境影响评估很重视的啦哈，就是让生态的影响减到最少。那这个计划就是扮演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你有没有？
我要请教一下哈，五二二了哈，现在两年啊？你要问一样的吗？哎、欸，没有，我们五二二先不处理，我们现在是先从五二四开始处理。五二四，第一幕。哎，叫的慢点呢。嗨。叫的慢点。哦，你用劲的是。是可是，是可是。哎，跟您跟您二位了。现在哈，现在哈，我们一直在讲这个风力发电，但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啊、企业的反应啊，哎，对，通通都从太阳能在撤退，在撤手。所以太阳能岌岌可危啊！你们所知道的是怎么样？事实上跟委员报告，我们今年掌握到哈，来能源局申请那个筹设许可是比去年增加很多哎、欸。哦，对，因为我们去年哈来申请筹设许可是到整年度是300几个兆瓦，但是我现在到八月已经掌握400兆瓦的一个设置容量。还是说比较高端的技术？我们讲半个小时了，我们排专案报告了，好不好？这个该重要，这个专案报告好不好？哎，半点钟啊！一定要等下讲，因为我最近才看到《民生》啊，不叫《民生报》吗？还是什么《经济日报》加那个《工商时报》了？你骗我？那个很清楚，那个有好几篇的报道都说我们的高科技啊，市长，高科技逐渐从太阳能的这个尖端的科技的研发撤出。你们没有看到这个报道吗？哪关那个跟委员报告，您讲的部分就是太阳电池的制造，就是在做那个cell 或者是做那个这个模组的一个制造。啊、那个部分，那个部分是制造端。那我们今天谈的那个太阳光电，其实是最后的那个发电系统的整合这一块。那当然我们要用这个国内去支持这国内的制造，可是那个量太大了，它还是要去走国外的市场的拓展。这样，我是不是跟廖委报告一下？第一个，从那个。加的模组加的无，他都你咧讲的遐是属于较前端上游，啊，即马加价格竞争要打拢撤退啦，对啊，强调模组加系统，这是以后的趋势。影响我们整体的这个推广啊，太阳能的，没影响，还会增加我们的高效率的那个系统，我们在台湾发展，从太阳能讲到深层海水，从深层海水讲到地热，这能源呢？来专案报告了，好不好？拜托了，廖委员，这样好不好？拜托，我们来拍个专案，我也想了解一下。小黄，那小黄，哎，绝对好，好，谢谢。那个主权的，来，这里我支持管碧玲委员冻结五分之一，我们不要像蔡培会三减四分之一的。好了，好了，好了，冻结五分之一，好不好？好。啊，冻结五分之一了哈，然后那个我们专案报告好不好？提专案报告哈。好，来，那我们就是524到528案哈，我们就以五二六哈，以五二六冻结五分之一处理，然后各委员我们加入联署，我们专案报告之后动支哈。接下来，其余就照列，好，好，好。好好 ，OK， 没问题。那现在第二幕，第二幕我们就尊重黄伟哲的了。529到533，黄伟哲减列30%，减列10%，减列5%，我们支持的。有啦，伊都拢撤案啦咧，伊都话甲我讲，嘿，伊拢撤案啦。你嘛靠假死的，你安尼。无啦，伊这个撤案，因为拄啊迄时间拖收长哈。那个529这边有意见啦，529。529哈，好，来，请说。529的部分哈，因为桶装瓦斯的补贴哈，104跟105年的落差很大哈，希望请能源局哈能够考量实际地方的需求。差多少？我跟那个政委报告哈，104跟105的差异是我们那个计算那个里程的那个使用的那个系统不一样，104年是用 Google 的地图这边在算那个那个里程，那我们105年是用政府的 GIS， 其实应该用政府的 GIS 是比较正确的，然后那我跟委员报，我们106年起会去考量这样的一个状况，会以 GIS 这样持续下去，那所发生的问题我们会做比较圆满的一个这个适当的一个处理这样子。你们确定现在用 GIS 系统是 OK 的，不会像 Google 花了一次？白了工啊，开钱开去了，再过来一届安尼哦，还佫有第三组无？还佫有第三套无？
对，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三套？没有，我们大概就是用政府的。不然当时你们为什么会判定？这个要念一下啊！当时你为什么用 Google 不一开始就用 GIS？ 这是国民党执政，人家今年就已经用 GIS， 立马后。因为以前重复建设浪费都是你们执政的事情。我跟你讲，绝对不要有那种心态。啊，买啦！公务人员绝对是为国家所用，你不要一直说什么政府。所以你把它讲那个桶装瓦斯算距离补助吗？它是运输距离的补助，对，运输距离补助。运输距离补助，对对对。好，那那个主席再检讨一下，我还是要请教。好，我们会完成。这里要支持苏正清的冻结时分钟，我还是请教哈，五二二是我们的这个基本的。也就是张委员，来来，那个局长，局长。我要请教五二二了哈，就说你太阳能光电五二二，我们先不处理，我们先不处理吗？五二九，我们现在在第二幕，第二幕，啊，我们现在第二幕，他如果说那个意思是说，如果后面没有处理的话，再回去前面；如果后面有处理的，前面就不用处理，对，前面就不予处理这样。所以现在张委员应该是以第五二九表示意见，是不是？五二九是张委员的案。刚刚说明了，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把详细的书面报告给我？送详细的书面给郑委员，详细的书面报告提供。好，我们补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有关那个桶装瓦斯补助，好，之内容细节、执行情形，是啊，执行情形给本会委员，好不好？给经济委员会与那个郑委员，啊，郑天才委员参考，啊，偏远呐，五二九吗？五二九，你们是编在所谓的那个业务费用但是委员关心的是桶装瓦斯的那个。对啦，一起关心这个啦，嘿啦，嘿啦，嘿啦。好，安内了解哈。好，那我们第二幕就照列哦，哈，第二幕照列。现在我们看第三幕，从534案到542。能源国际交流，说一下。是。这个能源规划国际交流它有四个执行的一个计划哈。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能源的一个国际合作上哈。那我们现在跟那个澳洲、日本还有德国都签有能源的一个合作的那个 MOU， 我们就是在推动这相关的一个这个合作跟交流的工作。那第二个部分就是电价政策跟机制的研究，还有一个未来电力供需的规划。这个部分都是委员刚刚很关心的电价。我们事实上在去年的1月20号，大院这边有核定一个电价的公式。这电价公式在经济部成立一个审议委员会，它的审议委员会要非常的一个专业，而且要中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哈，这个透过这样的计划去，结合外面的这个智库团队，去针对这个电价的公式里面的各项成本做很好的一个检视跟。这个以前在设计电价公式有花这个钱吗？这个部分是在104年的时候开始这样子，嘿，对。每年都要这么多吗？是因为我们现在电价公司它必须要很完整的、很严谨的，而没有如果没有做好完整严谨的话，那个算出来的话被大家高度的质疑。费用一定要这么高吗？对，确实需要。是，对，民众也会挑战，算高算低的都被民众来做挑战，一定要有一个专业性跟公信力这样的一个执行。来，第三幕，哎，那个，那你们。所谓的这种交流是真的有那个必要性？我跟主要做的是能够替国家能源政策。是，我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我就举台日之间的部分，我们这个交流里面有几个很重要，一个是那个电业法，这次电业法的修法里面，它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经验。因为日本的那个电业法是从2005年开始实施，到2014年又重新再一次的大换盘的调整，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它是逐步的往前走。那另外一个长晚分工的部分，日本也是在2014年的时候才决定长晚分工必须逐步的方式进行。你这个是委办费啊，是，你也是给一个机构让他去找日本啊。我们的政府没那个能力直接跟日本对谈吗？我们是，其实那个会议是我主持的。我主持那个对谈的那个会议是我主持，只是说那些相关的那个联系，然后作业我们没办法编那么多的出国费用，必须他们去收集资料进行这样子。那这样是办了几场这样的会议？这个每年正式会议会有一场，但是很多的工作会议的话，它是有大概3到5场这边的一个运作。那这样要到2400多万？当然不是只有日本而已，还有澳洲。我刚刚报告的部分就是我们还有台澳之间的那个能源的交流跟合作会。那为什么跟台澳建立一个这么密切的那个合作？我们的煤是从澳洲进来的，第一大。
那这个煤对我们国内的这个影响很大，必须要确定这个煤的供应跟品质。不会啊，越来越少了，以后的煤会越来越少。好，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的天然气现在是第一位是马来西亚，第二位是印尼，第二个是卡达，第三个是印尼。但是澳洲的天然气现在是逐步的在增加了，我们未来的那个燃气的那部分的需求必须掌握料源。所以你们现在押宝是押在澳洲就对了。也不是，我们分散。不然照理讲，你这个要国际交流，现在最多在大马，你应该也是要啊。那我要担心你，你这么多国家，这些够不够啊？鸡排多，现在嫌怕太少。刚刚说人家太多，现在怕人家太少。好了，如果不够的地方，我跟你报告了哈，我们事实上也在注意啊，现在好多国家都想跟我们来做能源合作，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资源不足，我们有什么条件跟人家做能源合作？哦，是东西要卖我们还是怎么样？那个王委员，因那今日主管无搞的部分吼，您一来了，冻结三分之一啦，我支持蔡培慧的啦，不要像我说把他们砍掉了，事情要让他们做了。委员真的是支持我们这样子。对呀、啊，所以我跟你冻结而已啊，没有跟你砍掉啊。冻结多少？三分之一啊。冻结，我谈到唔是在另外一提案，那个冻结三分之一啊。我冻结文字一嘛，好了，你讲了算，好不好？冻结文字一啊，一样提专案嘛。哪个部分？来来来，你要用哪一案？你要用哪一案？嘿，对啊，要蔡委员的话哈，要蔡委员的话是527案哦。冻结五分之一。蔡委员的话是536案哦。他是冻结三分之一呢。啊？我们另外提。你要用哪一案？用540案，就是这一分支哦，零一这一分支哦，啊，4402的这一案，540案冻结五分之一哈，好，冻结五分之一哈。对啦，好，对了对了。我们从104不能，你都跑到非洲去。其他就不予处理啦，就是第三幕，好，第三，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请张委员有没有要补充这样的话，因为 我想第一个哈，你在整个这个规划当中啊，我还是坚决一点，就是农地还是一定要农用，好，所以不能就说你们还是要跟农委会好好的沟通呢，是，不能拿农地来种电呢，是，良田来种电呢，是，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所有的这个农地上哈来设太阳光电，第一个强调就是地层下陷不利耕种，那不利耕种的部分是农委会认定，我们绝对。不敢自己说啊，这个地方就是地层下陷是农地，对了，我们尊重五龙会的。我们等一下有一个案，张委员有没有联署？给张委员联署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他们盘点所有的土地使用。还有一点，你去国际交流的时候你应该很清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采取东京电嘛，对不对？那东京电他们走了20几年以后，才现在目前的电业自由化。不过呢，它的电价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住宅用电或是工业用电。所以你们一再告诉我们的乡亲说，我们绝对不涨电价。我希望说这个部分真的要好好的哈，不能随便就这样讲，到最后你是会被人家戳破气球的。我来回应一下，事实上跟委员报告，我们分析过这样的一个电业法修法的时候，我们对外的部分是希望说基本用电的电价不涨，然后我们在电业法里面又设了一个这个电价平稳基金，就是说我们的燃料如果受到国际大涨大跌的影响的时候，你那个电业法的草案先赶快给各位，好，我在事实上委员，我就安排个时间跟你做更详细的报告，可以吗？好，那我们谢谢张委员，我们现在第三幕就是有关534案到542案当中第540案。减列五分之一，冻结五分之一，那个冻结五分之一。主席，抱歉，主席，那因为委员关心的是那个国际的那个交流嘛，那个是应该是541啊，不是540，可不可以冻在541？嘿，所以是冻在541才对哈，国际交流哈。好，啊，我们修正一下哈，我们541案冻结五分之一，其余就原预算数到照列哈。来，现在这个冻结的部分，我们还是书面报告，没关系，前面有专案报告，我们就一起专案报告后哈。不是不是，主席，我那个522，我特别要请问他哈，那个800亿呀、啊，他是没有在公务预算里面呢、欸？你是完全用基金呐、啊？对呀、啊，啊，基金两年就要花800亿呢？还没审，那个还没审，还要未审，还要上个月审。你那，我们再认真看，认真审。那机会机要审，就机会机审，好不好？好，那这样的话，张委员就拜托我们前面520到522就不予处理了，好，因为我们下面都已经到523也不予处理，好。
好，谢谢。那我们能源局进入主决议哈，543案有没有问题？我们遵照办理。好，通过544案。遵照办理。通过545案。540案可不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点时间来处理？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做好。多久？可不可以3个月？3个月，委员可以吗？好，那就。1个月改3个月哈，我们修正通过546案，我们遵照办理。通过547案，遵照办理。通过548案，548案可能要加几个字，因为刚刚有报告过哈，这土地我们都尊重农委会，我们加到最后第二行，绿能土地使用设置前，先由农业主管机关评估土地使用状况，优先保障农业使用。可不可以加先经由啦，先经由农业主管机关，农业主管机关，好，是，好，各位有没有意见？那我们修正通过，好，549案，没有问题，遵照办理。通过550案，遵照办理。通过551案，遵照办理。通过552案，我们遵照办理。通过553案，我们遵照办理。通过554案，遵照办理。通过。来，遵照办理，这个相关的经费配置要进来哦。哦，我们就纳入那台制的那个交流会，对对。就遵照办理是。哦，我们纳入那台制的那个合作交流会，对。好，好，好，那就通过哈，来555万。550万建议哈，最后那个并在书面报告送达前不审电议法，建议把它删除，因为我们的电议法非常非常重要，还是。好，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我们修正后通过。好，谢谢。那个接下来有三个新增主决议，还有新增主决议，来宣读一下哈。三个来。555-1案，经查经济部会推动能源减碳政策，自民国89年起，补助民众购置太阳能电热水器基金，已有全台已有300,000户装置太阳能电热水器，每年节省约12亿度电力，减碳约77万公吨，等同于16万棵树，相当于1540座大安森林公园吸碳量。约等同于台中火力发电厂3个月发电量和市场4.5个月发电量，太阳能补设面积179万平方公里，相比补助太阳能光电产业等项目动辄百亿，且宽松来说，补助太阳能热电热水器装置不仅对象分散，且金额占其极为，却小兵立大功，有效提高民众购置太阳能热水器的意愿，进而有效降低全台能源需求，有鉴于蔡政府强调节约能源、减碳与扩充再生能源占比之政策，仅仅重视提高能源供给面，却未关注减少能源需求面，将于107年停止补助太阳能电热水器，时有前后矛盾之处，原要求经济部应秉持持续补助与鼓励民众购置太阳能热电热水器之政策，将补助太阳能电热水器列为公务预算支出，以有效促进太阳能电热水器之家户占比，并达全台能源需求之量。提案人张立善、孔文吉、王惠美等人委员。555-2，有鉴于经济部会推动响应政府2025年废核目标及推动再生能源及绿能发展，宣称将规划10,000公顷土地双设太阳能面板测试营运，估计一年能发83亿度电，为盘点堪用土地，包括国有财产署管理之国有沿用地、垃圾掩埋场、水沟、堤塘、地下层下陷区以及受污染农地、工业用地等可设置土地，仅7,000余公顷，根本未达10,000公顷，其余土地。由何处补助，为避免假农作真种田情况，且已指定土地面积、零散地点各异未接连处，如何避免造成土地破碎化与农建景观浩劫？原要求经济部会同农委会应重新检讨太阳能光电地面型10,000公顷之政策，并提出完整配套、详细内容、地点限制可行性与成本效益评估，以确保农地有农用之原则。提案人张立善、孔文吉、廖国栋、王惠美等委员。555-3。针对经济部会推动绿能盘点地面型太阳光电之土地来源，请经济部会同农委会、内政部等相关部会就盘点情形、规划进度等提出专案书面报告，送立法院经济委员会提案人管碧林、黄伟哲、廖国栋、苏振清、王惠美、孔文吉、张立善等委员宣读完毕。好，刚刚宣读的纠正一下，就是第一案之一是平方公尺，不是平方公里；之二是真种电，不是真种田。我们就是以文字为主。好，好，来，现在先看之一。之一，我先说好不好？大家如果觉得合理，就这样哈。之一哈，我们会变成违宪的，是增加预算之决议，所以我建议原要求把它改成原建请未来。好，建请未来，好不好？
好，因为要求的话会变成增加预算。主席，我是说明一下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哈要做绿能产业嘛哈，所以我们大笔大笔的钞票，动辄上百亿、上千亿了哈，无论是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太阳能、光电，哈。但是呢，我想这个呢，太阳能热水器完全是节电，跟电完全没关系。也就是家家户户如果能够设这个太阳能热水器，他洗澡根本不用用电，他就直接从太阳能的辐射线冷水变热水，那不是刚好发挥你所谓的节能减碳吗？而且这个政策可以说是小兵立大功，没有想到说现在因为能源基金说要到今年年底就不予补助了，我觉得这是本末倒置的作为。所以这个才多少钱？2亿多耶。那你现在可以说，你们现在说20年来补助了，但是呢，你要知道成效是不彰的。到目前为止啊，没有超过30万户，所以应该在这个部分，你让很多屋顶去种太阳能光电。那你就干脆让他做太阳能热水器，自给自足嘛，我自己家洗澡，我自己使用我自己的这样的太阳能热水器的热水，我觉得这是相当好。怎么会到今年年底就要截止补助了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颠倒是非耶。没有这个我这个我赞成张委员的说法。你讲的我想到，阮家嘛装迄个太阳能热水器，阮也无补助啊。有啦。我跟你讲啦，补助补助都一点点，只是鼓励作用而已。补助都厂商拿走了啦，对啦，那是开玩笑啦。其实哈，我是觉得这个政策真的可以继续延续了哈。那我们就建请未来经济部。我想那个这个太阳能热水器的补助是20几年了哈，那当时都是用石油基金这样的。那石油基金原来有管理委员会里面有委员提到说要好好做绩效的一个盘点，我们大概是依据这样的一个决议来做这个绩效盘点。那你要盘点啊？对，那当然盘点的过程当中觉得这样的发展应该有机会可以让它功成身退。不过我想你委员建议的部分我们再来做这更深入的分析跟盘点啊，让这样的政策有机会看看那个发展状况是如何。这也是符合你的政策啊， 对不对？那你去风力发电花那么多的钞票，检讨成效又不好，技术跟补助的金额，因为它是一次性补助嘛，它不是一直像电费一样每次发电每个月补助，它是一次性补助，你装设的时候补助，那每一年装设的成本跟什么都可以讨论嘛，但是不要没有。好，我们就建请未来，我们就照这样修正通过，好不好？好，那我们之一哈，551之一。我跟姚委对，我有跟委员沟通过，文字上我们修正一下，我们来处理。对，那就是在那个从后面算第七条那边，有鉴于蔡政府强调节能减碳。与扩充再生能源占比之政策，仅重视提高能源供给面，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删除掉。那往下走的部分再往后算，由后面往前算第四个哈，愿建请经济部能源局关注减少未关注减少能源需求面，将于107年停止补助太阳能电热水器。石油删除掉哈，前后矛盾之处，愿建请。未来经济部能源局应检讨补助与鼓励民众购置太阳能，大概这样的文字修正。检讨持续是与补助，检讨持续补助与鼓励民众购置太阳能电热水器之政策，我们做这样文字修正。那这个文字待会会送给我们的秘书处这边来做。好，委员，我们就这样修正通过，好不好？好，我们就修正通过，那文字来送给秘书处。来，之二，遵照办理通过。之三，遵照办理。好，通过。那接下来哈，我们要处理临时提案。好，处理临时提案。那因为临时提案呢，还有一个案哈没有宣读，所以我们先补宣读第18案。临时提案第18案，近年因地价飙高，公告地价大幅调升，造成政府、国公有与事业机构土地租金也随之上涨，以致承租土地厂商经营成本加重。由于土地租金不断波动，造成产业投资不可预测性太高，令厂商裹足不前。
为营造稳定之投资环境，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要求经济部应要求行政院于两周内指派一专门政务委员，针对政府、国公有余、事业机构土地租金节节上升所衍生之投资障碍，以及当前土地租金计算模式进行通盘检讨，并提出一解决方案。提案人管碧玲、苏振清、邱毅莹委员、黄伟哲等委员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第一案哈，你们看过没有？第一案有没有问题？那个包主席，那个第一案我们遵照办。好，通过第二案。第二案建议修正文字。来，修在哪里？第四行。用麦克风。那个我这边来报告一下哈，从那个第四行张董事长这边哈，直接接倒数第三行，为确保资源有效利用以及合理分配哈。直接接下来中间的文字建议都删除。好，委员，我们就这样好吗？好，是，好，就是把那个张董事长后面的那个一直到句号。对，上次有跟委员报告过了。对了哈，有跟委员报告过。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来，第三案。第三案那个最后文字是产业升级转型推动计划，就是最后一行中小企业。那个产业两个字改为就是变成升级转型计划，升级转型推动计划，把它产业两个字，升级转型推动计划。好，那我们修正通过好不好？好，修正通过。第四案，第四案是建议是不是能延长一个月两个月啊，就时间再增加一个月，好，一个月改两个月。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来，第五案，遵照办理通过。第六案，第六案遵照办理。好，通过。第七案，第七案倒数第二行那个就是倒数第三行，这个与外交部侨委会研议附录那个一国一平台工作那几个字，你们建议删掉，直接就写计划，因为那个前面的标题也有了，只是说纳入工作计划，纳入计划并提报相关。纳入工作计划还是纳入计划？纳入计划就好，好，就是删除，就直接纳入计划，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修正通过。第八案，遵照办理。第八案照案通过。第九案，遵照办理。第九案照案通过。第十案，遵照办理。第十案照案通过。第十一案，遵照办理。十一案通过。十二案，遵照办理。十二案通过。十三案，遵照办理。十三案通过。十四案我们先暂不予处理哈。来，第十五案，十五案遵照办理。十五案通过。十六案，遵照办理。十六案通过。十七案，遵照办理。十七案通过。十八案，十八案那个倒数，这是昨天有过的提案，我们照昨天的决议那个通过，就是倒数第四行要求经济部那个后面应要求改为应建请行政院。昨天通过是主决议的，哎，今天是临时决议，要不要撤掉，或者是直接再通过？不一样哈，因为那个主决议还要等三读，临时提案比较快，好不好？好，我们就都提哈。改文字而已，建议请改文字。好，对，就是要求经济部，要求经济部应建请行政院，好不好？啊，好，那就修正通过。好，现在临时提案处理完毕哈，我们今天下午所协商的部分呢，现在进行宣读哈，大家辛苦。好，现在我们请宣读协商结论。报告委员会宣读协商结论。下午协商部分，中小企业处税入部分443案，预算照列；税出部分444案，445万、446万不予处理；447案至456案并案处理。冻结第一目15%，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另通过决议一项。457案预算照列。458案至464案处理情形如下：
458案减列10万元，463案、464案并案处理，冻结18件，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其余案号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465、466、467、468、469、470、471、472，增列472之一均照案通过。加工出口区管理处部分，预算照列，所有提案均不予处理。主决议部分493、494、495、496、497均照案通过。第498案不予处理。中央地质调查所处理情形如下：499、500、501案均不予处理。502至509案预算照列。510、511案并案处理，预算照列。512案至515案预算照列。主决议部分516案、517案、518案及519案均照案通过。人员局部分520案至523案均不予处理。524案至528案并案处理，通过第526案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并将提案及联署委员均纳入。529案至533案预算照列。534案至542案并案处理，以第541案为主，改冻结1/5，提专案报告后使得动之。主决议部分543案、544案均照案通过，545案修正通过，最后一行于1个月内修正为于3个月内修正后通过。546案、547案均照案通过，548案修正通过。在倒数第二行当中，使用设置前先经由农业主管机关评估土地使用状况后修正通过。549案、550案、551案及552案、553案及554案均照案通过。554案修正通过，修正部分在最后一句并。555案修正通过，修正通过。修正情形在最后一行，并在书面报告送达以前不予审议定案法删除后，其余照原提案内容通过。551案修正通过，对，551，现在宣读551修正通过。修正情形为在倒数第七行部分，有鉴于蔡政府这一块删除之后，修正为经济部人员局为关注减少人员需求面，将于107年停止补助太阳能电热水器。原建请未来经济部人员局于检讨持续补助与鼓励民众购置。以下文字均相同，修正后通过。555-2、555-3均照案通过。以上预算部分宣读完毕，接下来是那个临时提案部分。临时提案部分，第一案照案通过，第二案修正通过。第四行张董事长一直到不顾既有产业等文字删除，删除后修正通过。第三案倒数最后一行，中小企业产业升级之后征列转型推动计划，并送交经济委员会，修正后通过。第四案修正通过，将1个月修正为2个月。第五案照案通过，第六案照案通过。第七案倒数第二行，外交部侨委会研议纳入一国一平台工作等文字删除，删除后修正通过。第八案、第九案均照案通过。第十案、第十一案均照案通过。
第十二案跟第十三案均照案通过，第十四案暂不处理。第十五案、第十六案、第十七案均照案通过。第十八案在倒数第四行，要求经济部应要求后面的要求修正为建请，修正后通过。宣读完毕。这个两天的大工程哈，可以说圆满成功，非常感谢各位委员辛苦，还有所有列席官员以及我们委员会的同仁哈，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们现在就请问各位同仁，有委员提修正动议的部分，我们就照刚才宣读的协商结论通过；没有修正动议的部分，均照列。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哈，那我们就通过哈，通过的决议我们文字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哈。那经济部所属单位预算审查完竣，有关正式别税出预算随同机关别审查结果调整所列议程处理完毕，我们现在散会。好，谢谢大家辛苦了。